除了大厨老爸谢霆锋，歌手品冠最近也沉溺在当奶爸的快乐当中。日前在北京出席音乐会的品冠就和大家一块分享了家有一对儿女的趣事。我抱着女儿，然后我儿子通常他都不会说要讨我抱的，对，我抱着女儿的时候，哎，儿子就过来了，一直咬我的大腿，想说爸爸爸爸爸这样子，他就是希望我抱他这样子，所以我感觉得出来可能有点吃醋了。